嗨，大家好，我是小乔，现在是下午7点钟，我正在去第二届中国新媒体发展年会的会场。还有大家看，我今天穿得特别正式，因为待会我也要上台去领奖，哦，好期待哦。进门前有一层雾，感觉像仙气一样。大家看，这位山东小姐姐今天晚上跟我一起看晚会，然后呢，待会我上台的时候，让小姐姐帮我录视频，漂亮吧？小姐姐不远千里来看我。大家看，有这么多红人大咖，仙女教母，还有草竹君，还有蜜子君，然后还有雷探长，还有大胃王佐伊，这些都是我认识的。各位现场的媒体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为这全程唱首歌，要与千万人来合，欢迎大家来到网红济南致敬媒体创变者第二届中国新媒体发展年会暨新媒体排行榜榜单发布盛典的活动现场。第一项是年度全国省级党报双微影响力，还好一会儿我要发布。第二项，年度全国报业之家融媒体平台。仙女教，贫穷料理，黑人李逵，我的阿尤，许川，草竹君，蜜子君，冒险雷探长，乡村小桥。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台上有非常多熟悉的面孔，相信呢我们平时的短视频社交平台经常充斥着他们的身影。那现在各位可是有机会了，举起你手里的相机，留下这一美好的时刻。他们呢同时伴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推陈出新，在各类移动化的社交短视频平台都拥有着百万千万的粉丝，同时还坚持分享着爱、美好和快乐的文化价值观。没有我的奖杯，不要哭了。好啊，现场非常悲惨的一刻发生了啊。同时呢，徐川也是我们的获奖者之一，这一个奖杯呢我们后面会请工作人员来为您补上。我记住了。谈一下对于这个行业的展望吧。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我希望我们可以通过多媒体，通过短视频，把我们家乡好的农产品带给大家。真的很开心也很激动，能够得到年度十佳影响力网络红人奖，非常感谢一路上支持我、陪伴我、鼓励我、帮助我的小伙伴们，谢谢你们。然后在这里我也想感谢一下我爸妈，谢谢爸妈的陪伴和理解和支持。然后最后感谢一下我们今日头条还有西瓜视频平台，是你们给我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平台，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到了我。谢谢所有朋友，谢谢大家。